안녕하세요. 실례합니다. 他怎么又来了？王老师，小姐姐，你吃，很好吃的，这些都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，有能量，对身体好。谢谢。你吃，很好吃的，你每天吃一包，就会天天想起我。谢谢。 네가 뭔데 우리 휴게실에 자꾸 왔다 갔다 하고 내 여자한테까지 덜컥대고 어? 그냥 간식 드리는 건데요. 몸에 좋아요. 저 한국에서 아침마는 모습을 못 봤죠? 하늘에 별 다섯 다 들릴 수 있어요. 샤제제, 니 헌 可爱. 바이바이. 什么情况？ 没问我们要微信号，是因为我们的他都有。为什么只有你有综合果仁，我们都没有啊？我都不用想，都脑补出一出戏来呀。时间到了啊，你们差不多就……这什么情况啊？一会儿鲜花，一会儿洋品铺子的，一共就十分钟的休息时间，你们还打算开个 party 啊？真膨胀！我们对中下二路魅力无边呀。对呀，你。 除了我，怎么回事？隔壁 Fnatic 战队的打野要当上门女婿，拿着综合果仁上门当聘礼了。坤呐，嗯，这么童谣？嗯，上次比赛疯狂蹲中路，直取我闺女向上狗头，还指望能娶？狗？哎呦，我说你们这些职业选手的浪漫真不一般啊！身为队长，奉劝你一句：什么？离那个叫坤的远一点。 可是他送的综合果仁好吃啊！谁把醋摊打翻了呀？我怎么闻到了一丝丝的酸意？哦，酸死我了！酸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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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啊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来了。啊！上上上上！可以，这位特别好。稳住吧，稳住吧，稳住。封印双刻，天下无双。帅吧，来，恭喜乔姐姐赢得了比赛。走路都能摔，你缺钙了？是你家辅助先踩我的鞋。众目睽睽之下，你俩干嘛呢？公主抱呢？只有抱，
没有公主。你会不会抓重点？先把我放下来，放我下来。MVP 出场方式还是头一次见呢，感觉自己被秀了一脸。肯定的。恭喜 ZGDX 战队以2-0的好成绩战胜了蓝战队，顺利拿下本场比赛。对于这样的好成绩 ，Smiling 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就很满意。谢谢我的队友带我躺赢。希望把这个好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挑战赛。Smiling 真是谦虚又耿直啊。那我们都知道啊， Smiling 呢是我们 OPL 职业联赛中唯一的女生。那大家想知道，作为女生来打职业，你在生活上是不是会有一些困难，以及需要面对比普通选手更多的烦恼呢？就还好，刚开始很紧张，怕自己融入不了大家。留不留得下来，看他第一场表现吧。后来发现大家都很和善。小姐姐，欢迎加入 ZGDX， 加油！向梦想致敬！向梦想致敬！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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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像没有人因为我是女生而给予特殊的照顾。Cheers！ 这反而是最好的。大概在他们看来，女生打职业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吧，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。我知道有很多人总是觉得女孩子学不好数学，女孩子不够理性，女生是马路杀手，在各个方面的领域女生总是不如男生。但是我想说，这些都是赤裸裸的偏见。任何事情如果女生想做好，她们也能做得很好。电子竞技不应该只是男生涉及的领域，希望拥有这些顽固思想的人能够有所改观。成哥，你就从来没有公开感谢过我们，甚至连句夸奖都没有。作为辅助，我很心塞啊。切，那只是从来没有夸过我们而已。成哥可是曾经公开夸奖过童谣的。不过稍等一下，我们今天还有一道临时附加题，就是在刚才致谢观众完毕，你们往回走的时候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让 Chessman 突然回过头，把你一把抱了起来？说实话，